谢谢广西。 可专属，哼！你打算怎么回报我？累不累啊？不累。 那以后吹头发的事情就都交给你了。好呀。Round one, ready, go. 哇！哎，输了，你要输了！哦哦。 One more time, dream with me. One more time, let the deepest fear depart from my life. Oh, baby, if we remember the time we promised to never say goodbye. Look to the sky. ，关心你怎么了？我也要喝一口。 这个呢，是我特地给你买的，明天提案的时候就可以穿。嗯，那吃饭只能等你时辰之后了。走吧。你不用担心了。走吧。没什么，法律的东西我不懂，就是今天正好看到，那花花世界。 在找画手合作，我就想能不能从侧面帮你争取一些条件。原来是想靠才华英雄救美啊！那可不，身为你的男朋友，怎么能输给他呢？啊！不是说没电了吗？听到你说我是你男朋友就来电。 所以呢？我睡了好多天的地铺，腰酸背疼，是不是该好好利用一下家里的床？你想干嘛？我还没刷牙呢。我想翻滚。不行，我要起床了。哎 啊，乖乖睡觉了，明天一早还要上班呢。你等一会儿吧。
你如果让我分心的话，可就不好了。你快去吧，快去。你是穿了哈利波特的隐形斗篷吗？啊！哦，难怪学院跟我说什么肚子要回甘，原来是这个意思呀。本来我今天去找许愿是针对要不要去广州这件事情，看有没有再商量的机会。商量没成，倒是围观了自己的女朋友啊，怎么把自己送走？那我要把你送走的理由，你满不满意啊？满意是满意，但就是有一点遗憾。什么遗憾呢？都有人挖我去广州了，你都不挽留一下吗？原来你喜欢整这出啊。光熙，我舍不得你走，你走了我一个人都不知道可以怎么活下去。光熙，你还是别走了吧。我本来都想好，不打算去广州了。我想给你所有的安全感，但是今天听完你说的那些话，真的觉得你不一样了。所以我决定，我也要成为更好的自己，这样我才有能力一直保护你，一直做你的充电宝。我要向你证明，距离对于我们来说不会是问题。被我抓到了吧？还准备偷喝啤酒呢。而且我发现你这个人身上有个最难得的特质，总是能忘记充电。你怎么回来了？偷偷溜回来的吗？提前完成工作赶回来的。这么赶呢？好辛苦，好累的。但是今天是尹一可的生日，你才是最重要的。你等我一下。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许个愿吧。许了什么用啊？告诉你，蜡烛都被你吹了。为什么不告诉我呀？因为说出来就不灵了。说出来就不灵了。嗯。我突然想起来，我们上一次你也是坐在这儿，我也是坐在这儿，但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你。去年还有个人以为我要搭讪他呢。那不是吗？好像就是哦。谢谢你赶回来。以后每一年我都会陪着你的。刚才的愿望就是这个。真的？再许一个吧。
这个是肯定的呀。